几多号啊？今日8月26号，2015年，贝贝第一次同爹哋砌 LEGO。你睇我几入神？爹哋砌紧乜嘢咧？佢要砌火车。又踩呢個 choo-choo train， 係咪部車乜啦？佢淨係砌咗頭嗰個車頭啫，而家要砌個車身同埋個最尾個卡。你知攞邊粒出嚟咩，寶寶？係嘛？我見你真係手入去，佢又攞，佢入去攞。用啲火柴車，用呢個。哦。嗯 ，Thank you。用呢個火柴車，用呢個。如果埋到呢兩粒，係咪？係咪阿胡豬搞掂啦？係咪？係咪？哇！仲有咁多 pass 都叫搞掂啊！係啊，佢有三個噶嘛。呢個係呢個嚟噶嘛？哦，即係每一盒只可以砌到一架噶咋？係啊。所以你買三盒啊？係啊。哇！都幾識玩。